全团比武演习正式开始。他娘的，这哪是潜入作战，刚开始就被他们炸弹给追踪上了。嘴什么话，快轻点人说。报告班长，就剩我们四个人了。什么呢？我说，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，赢得荣誉，争取拿第一。他们都上来了，我们被包围了，撤！报告完毕，报告完毕。大龙，阅兵。这么紧吗？没办法，你凑合点啊。问问他，路怎么走？说，怎么走？废话，我能告诉你们吗？搜他的身。是。问问他，指挥部的兵力部署。说，你们指挥部有多少人？你们干脆把我给毙了吧！班长，这俘虏太嚣张，什么都不说。搜搜，他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？是。哎，兄弟，你要是再这样粘来接去的，我这一辈子都长不了胡子了。废什么话呢？小郑，你出局了。班长，如果这是实战，你就等于把他给杀了。这就是实战，你应该庆幸，刚才你给他提前松绑的那一刻，他没把你给杀了。前方距离170米处，流动哨不多，但暗哨很多，看来。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敌军作战指挥部了。明白。我现在分配一下任务。小虎，你送走梅包超，老子负责掩护和接应。我正正面强攻，
我们的伤员已经被送到了医院，负责干的刘董少会行无伤。大龙的离开对我们的兵力是个考验，大家要加油，来，出发。 战到暗度陈仓，你懂啊？欢迎来到指挥部上当了吧？我好怕怕哟！挖地三尺也要掘你出来！不许动！王子、小虎，快撤！我们上当了。收到，明白。 撤！ 一切正常，一切正常。班长，衣服捂干了吗？除了裤衩都干了。漱漱口吧，昨晚沟里的水可没太好。 班长，吴雄班长的腿是怎么回事？他没跟你说过吗？当年有一个新兵蛋子特别的蠢，在一次实弹投掷训练中，手中的手榴弹由于他紧张脱手了。 吴雄班长眼疾手快，一脚踢飞了冒烟的手榴弹。原来如此，真是笨死了。那后来那新兵蛋子呢？那个新兵蛋子就是我。我去寻找一下地址目标，你抓紧时间再睡一会儿。班长。 怎么了？谢谢你。
王策，醒醒！我发现敌人了，这回他没跑了，准备战斗。怎么了？哎，脚崴了，我看看。哎，别，太疼！没时间了，前面就有雷区，我们必须穿过雷区才能拿下敌人指挥部。班长，别管我了。放屁！起来！我不能让你死在这里，我背你。拿着。班长，起来！愿意失去自己的荣誉来换取全班的胜利。是，冲你这句话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烟雾弹给我。少吗？老子就在这儿了。我们能在这句话里说，你只要跟歌唱，幸运的是有你陪在我身旁，再多的苦也不认输。一路上我们相拥着的温度，我生命的力量来自于你的分享，胜过一段一段不褪色的画面。我仍相信总会在某一天，你起轻轻微笑着的脸，看我实现。我宣布，2008年度军事演习协同作战小组第一名是13分队5排1班，敬礼。